怎么样他妈的是不是不做事，然后跑去突然挂网，没有，我故意被杀掉，这样队友就不会讲什么。你知道，要是我今天我直接挂网跑去开门，你懂吗？要是我今天直接挂网跑去开门，那队友一定会讲闲话啊，就说啊，超哥是不想赢的、啊，怎样，他是心态炸的，怎样，没有，我故意被他杀，我故意被他杀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去开门，这样我就可以去开门。我是故意被他杀死的，不然没办法啊，开门比较重要啊，对不对？游戏要打，现实也是要顾啊，